直播直播，速来速来！直播间里面盘卡，太香了。老铁们私信我说，就喜欢看我吃辣面条，他们说我吃的越辣，给我的红心越多。再加点，哎呀，还是不够辣，辣椒面儿，这样够不够？双击吧，铁铁们，我看看。红烧大油驴，看看是什么假事儿了。听说爱心变成彩色了，你们有没有试试看？还是板板正正吃个大鸡排吧。老铁说这样会给我双击的。会给什么双击啊？这个视频就是有800个双击，每天给你整只8斤的大鸡排。真的？不骗我？绝对。来，咱家铁子，每人给我一个红心，看看这次骗不骗我。嗯，双击给我一个，每人一个。今天这堂课教你们大口吃肉的感觉。不够。加点，哇，看到没有？来上一口，嘴巴一定要大，要不然不过瘾。来个铁板烧，铁板大鱿鱼，有没有吃过的？一口一个的那种，来个海葵，吸个虾，如果吸得出来，你们一定要给我500个小红心。老公说了，这个视频红心过500，明天给我整个3斤呢，看吗？朱杰称，来个爆辣一口吗？看看这个辣度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加，只为换了你们一个小红心啊！一口闷得下，看着我都害怕。很多人说他不会吃鲍鱼，今天我来教你们。首先必须要用10年的刀工切成这个纹路啊。底下这个绿色的是它的内脏，这个是不可以吃的，把它摘了。必须配上绝密辣油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双击一下屏幕。接着爆，不着腿吧，再干头，
来个一口闷，闷不下，不和你们要双击了啊！来吧，爆头，哪个头圆软？哇，大米。开花了，海参，来一个，小样，我还收拾不了你了。小厨娘一上线，马上教你们制作美食。哦哦哦哦。鲜活的爆头，八爪鱼，来杀个大鸡排，这只虾花了我2000个大米，给我200个小红心，鼓励我一下呗，太心疼了，来，双击，双击，双击，我去，我去，加油，八只虾，哇，我去。这样吃是不是超爽？整只二手鸡排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乖，宝剑出鞘，双击双击啊！叮铃咚咚，四个小灯泡，祝大家前程似锦！爆一个头。慢慢的磨汁，和拳头一般大的海螺，露头，苦胆摘了，几个干，来只龙虾，我去。三斤的龙虾，三两的肉，给个双击安慰一下呗，肉太疼了。深翘小白虾，进来双击的帖子，双击扣个10，过年都开大奔驰，双击双击，凉拌一下，等会开吃，鲜活，哎呦，2019年的第一撸，Come on baby, let's go。